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一亨，我是傅彦堂。感谢收看我们夫妻的频道，我们的物件数是最多的。对，希望你们看我们的频道的时候，可以顺便哈、帮我们订阅一下啊，按个赞，开启小铃铛支持哦。对，然后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每天都会上架的物件。我们今天要拍一个物件是在梧栖，其实我们今天都拍的都是海线。海线啊，因为最近海线还蛮夯的，对，越来越多人。那个成交量越来越多啊、对，所以海鲜也慢慢涨起来了，飞涨，对，毛巾在那里。但是我们还是哦，赶快先把一些 CP 值比较高的赶快来拍一下。像这一间就是这一间，我觉得这应该是今天的主角了。我跟你说，其他都你刚刚不是说这个这个屋主有诚意？以相同条件哈、这一间真的。还可以，有诚意，然后又在福德，又福德，福德街这条是福德街，有诚意的福德透天。对，好，那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哦，我刚跟你讲嘛，梧栖区的福德街。它、旁边这条是什么路？等一下，我看哦，等一下。然后呢，它呢这一间呢？这条是福德街。很美，你一直在那边乱，来看一下。对啊，福德街啊，啊，这条是福德街巷子里面哈、巷子是它是一间边间的透天，我可以看到哈、它已经够已经拉皮了，我不能说包皮，屋龄几包铁衣，它屋龄几年？屋龄几年了、来，屋龄的话是44岁，44岁，但是它整个都拉皮了，对，而且地坪有34坪，没有，不是33坪，33坪，然后我们看到它旁边有一块空地，这个空地是它的。这个空地那这一块空地可以做什么？跟我们这个房子是同一笔地号，对，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停摩托车，可以停摩托车，可以种种花草，门口可以停车，停大车，停一台大车也没问题。对，这个身面宽多宽哈、算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米，哇塞，七米大面宽可以让你停一台很大的车啊！我们家是几米大面宽？我们家。9米，对，10米，7米已经很大了、对，7米很少有见到这个、但是我们的深度没那么深啊，它这个很深啊。我们的深度，我们的深度是多深？我们不到10米，对，大概7、8米。对啊，这个深度应该有10米，哦，十几米啊，十几米，十几米。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算算看。好啊，整个我拉皮啊、然后呢，它这么深哎、而且它还有后院哦，还有后院它有一个很大的后院，它整个都是拉皮过的哦，整个都拉皮，好，当然、整栋哦。我跟你讲，这种便宜好一定会有原因啦，但是这个相对来说，它虽然有缺点，但是它的优点是大于缺点的，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边深度多深？深度量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。21米，21米啊！对，哇，深度21米啊！我们的不到一半。好啊，然后呢？它这边还有骑楼，它以前这个传统的骑楼啦。然后它这个铁卷门啊，还蛮新的，还蛮新的。然后整个都做铁卷门啊，里面这边还有可以做客厅啊，车子停门口，10米大面宽了。7米大面宽，车子可以停门口啊。你这边就是做一般的客厅啦、对啊，没有错。好哦。当然，可不可以停两台车？可以。我觉得可以。怎么停？好、怎么停？因为我们这个有7米啦，7米面宽哈、你这边好、可以停一台，这边可以停一台。然后这边这个大概量大概2米啦，然后这边还可以再停一台。哎、对哦。这边直的。好，这边横的，横的，横的一台，好哦，这样子太好了，可以停，因为家里通常都会有2部车，对，所以这边停2台车没有问题，还有一个客厅，客厅后面，这里它这个，因为它这个都已经油漆了啊，看不太出来它的那个壁癌渗漏水，可是它墙壁旁边已经有封起来了，整个用板子封起来，那个防水衣，都已经用防水板、把它封起来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旁边的墙壁。但是我要说明一下、它可能啊，因为这个看起来是新的，刚包没多久。我们看一下、它其实还是有点破破啊，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湿气啦，等这些湿气散掉，
这个哈、哦、再重新再油漆应该就好了，就好了。反正多少？那还要再涂一层防水的吗？不用了，它外面已经一个防水板了。来看一下，真的是它更新过，线路也换掉了。它整栋，哎，刚刚你有问那个学长，他这一件是不是整个拉皮过了？你用看着就知道了。哎呀，好，我们进来看吧。它但是地板它没有处理了，地板这种磨石子地哈，你大概稍微打磨一下，其实还是可以用。请那个专业的人士来打磨一下哈，还是可以用。它厕所我们可以看啊，厕所也是新的。然后它是对外开窗哦，是我们的侧院哦。哎，对，我们有对外，它虽然在中间啊，还有对外窗了。嗯，这样子，还有一个对外窗，对，可以看到侧院这样子。对啊，好，哦，它是那个什么，这个是电热水器，电热水器，它有一个很大的后院，来看一下后院，后院我喜欢，哇塞，超大的，哎，这个铁脉哎，那这个门打开是什么？哇，水沟啦，哇，糟糕，那里面是什么？水沟，好，哦，水沟，好，赶快复原，好，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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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看一下后院的后面，后面整栋，它整栋都有铺防涂，应该这应该是防水漆啦，它整栋都有铺防水漆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其实如果你需要消心房怎么办？就在这里，好，哦，自己弄，好，哦，当然啦，会不会有人检举？不保证，好，但是可以用那个什么，我上次采光罩，先用采光罩搭啦，啊，采光罩搭一阵子之后再改成房间这样子，啊，然后我弄一下采光罩，啊，不用不用了，哎呀，啊，你怎么这样啦，啊，看一下嘛，好啊，哦，你都连那么临时，来这样子，上次有看过没有？像这样子，先搭这样子来，啊，就是先搭这样子采光罩啦，对，啊，其实搭采光罩没有人会检举啦。对，等到过一阵子哈，你再把采光罩里面哈再装潢起来。很多人都是这样。好，聪明。我们上二楼。嗯，二楼看一下。小心哦。好。啊，前面很大，非常大，哇塞，可以放两个大超大的双人床哎，而且是这个是加大型的双人床，对啊，是加大型的啊，正方形，加大型，你看哦，来，其实它这个还可以再隔一间房间，对，可以再隔一个两，可是它冷气的主机已经做下去了，移啊 ，OK， 找人来移啊，它就算是那个什么。隔起来的话，每一间房间都有窗户，因为我们是边间。我们是边间，都有开窗。对。啊，然后它这边还可以再弄个客厅呢。哎呀，然后这个再隔个两个房间是绰绰有余。这是新的，这个门，这个门是新的吧？有一阵子旧的，旧的，但是已经很新的了，还蛮新的了。啊，这样子，然后这个你可以看阳台，它的瓷砖都重贴了。对啊，难怪。那这个这样可以看得出来是整栋都是有拉皮过了。对。OK， 好。对，小心。好，所以这边可以隔两间了，这边可以隔两个房间。对啊。但是而且每一间都有窗户。都有窗户哈，这边隔起来哈，这边还是有窗户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它会变成暗房。啊，边间的房子就是这样子。而且现在边间的房子很少了，啊，然后后面的房间，他还是用了一个超大的双人床，那这个主人一定很喜欢大床，很重视睡眠。对，啊，这边后面有一个小阳台哈，可以面对后面的后院。对，哦，这就是我们的后院。对，所以这边可以搭那个采光罩。对啊，透明的采光罩。嗯，好。它这个冷还也有冷气，它也有冷气，冷气主机在外面。好，哦，它这个厕所是重新弄过的，啊，它有窗户，啊，厕所这个窗户还蛮大的哦，啊，厕所有采光，而且它居然有采光，对，哦，小迷你的那个小手水小那个什么洗手台，洗手台。好，我们去三楼。好，我们到三楼去。
三楼它有屋顶的增建而已，哦，三楼这边，哦，这是后面哦。对，然后它以前的水，这个应该是蓄水池。对，一就是它改成这个不锈钢的，对，现在已经没有在蓄水了。对，好，还有抽水马达。对，然后我们这边整个上面全部都是新的，换新的，好，哦，要 H 钢，啊，都是就用的，这用就用的。啊，它这边后面可以洗衣服、晒衣服，好，哦。那我们看前面，哇，前面也很大哎，哇塞，哇，哦，好，那前面这里哈，哦，它因为它这个屋顶早就搭起来了，所以哈，哦，建议啦哈，哦，如果说你有神明厅的需求哈，哦，这边可以弄一个，再做个装潢。加一个神明厅，加一个神明厅，对啊，这边还可以使用啊，你看这边还有开关箱嘞，这是说新的，对，后面这边哈，前面神明厅，后面这边可以做个库房，弄个库房，或是多加一个房间也可以，客房，但是要装冷气，一定要装冷气，对，要装冷气，因为这边比较热，对啊，哎，我们家三楼会很热吗？现在超热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夏天了。觉得这间真的还蛮棒的，两房价买透天，对，两房价买透天，真的，不要放过，两房价买透天，对，阿姨先我来关门，这间应该很快哦，很快，应该很快就出来，就是吃货的人赶快来找我，记得哦，这个也是注释的哦，可以银灯啦，可以银灯，可以做办公室，开公司很好，都可以。然后我说过，他这边哦，他还因为他这个油漆啦，多少还是里面的原来的湿气可能都还在，所以他多少会有点剥落，但是这个不是一直都这样子，他等到他里面的湿气慢慢散掉之后，就可以就比较不会有，好啊，这间还蛮优质的，这间还蛮优质的，当然了，这房子永远都是用比较的，这个已经在我心目中是排前面的，很第一名，不是第一名，我是说清水，这也是无期哦，无期，我说海线一带的话排第一名吧。那店长那间，店长是第一名，你一定要排店长那间。店长那间第一名，因为那间，然后这间是第二名。其实都很要看的话，就来看这两间。都可以看，都可以看，都让你来比较。对啊，先看我们的影片啦，看哪一间适合你。看，如果记得帮我们影片看完。还有人看啊？看片头，然后中间都不看了。然后呢，就跑来看了，结果看啊，怎么没有跟我讲什么什么？我影片都有讲。对啊，优缺点我们都会讲，对啊，除非我真的不知道。对啊，没有错，然后这间哈，喜欢赶快打我们标题上的电话给我们，那我们看一下那个毫无见不得人，现在的话海线的话注释的话总共有几间？很多间，对，不止这几间，我们很多间，好，然后欢迎搜寻我的频道，如果这间不喜欢可以搜寻我的频道，对，然后当然啦，我们频道很多间啦，1000多集的无间的，对，海线也拍了不少咯，其实海线也拍了不少，可以去往我历史影片去搜寻一下，有些已经卖掉了，有些还没，可以去搜寻一下，如果真的都不喜欢，还是要继续订阅我的频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每天都会上架新的物件，每天都会上架，几乎，记得要开启小铃铛，对，还要按赞支持一下，才不会错过，那我们的物件数是最多的，你不用出门，我们就带你看遍中部地区最多的不动产、房地产、土地、房子，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，不怕你买错，也不怕你买后悔。我们最近都会比较，对，我们全部的拍摄哈都是一镜到底，一刀未剪，没有剪辑，没有广角，没有美化啊。你只要在家里轻轻松松的滑手机、滑平板，看 Enjoy TV 的 YouTube 频道，就可以很清楚明了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房子。对啊，没有错。然后我忘记讲街景了，我们还是要走出去。哦，好啊，走出去看一下。你知道吗？要补充说明一下，我们为什么百年福德爷宫。我们最近会比较常赶快挑那个海线的房子，那个物件给你们看。这个是同栋而已远啊？
同颂和医院。同颂和医院离这边很近啊。同颂和在那里。对啊。在这里啊。那一栋大楼就是。哪一栋？那一栋。在那一栋啊。同颂和。对啊。然后这边你看多少的那个新建案？哎、欸，手机拿出来，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高架桥。来看一下啊，拿去。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港富路啦。港富路啊、哦。对，六十一啊，那个西滨啊，西滨桥就是西滨上面那个是西滨，西滨、啊、下面是港富路。也算西滨啦、啊、对、啊、上高架桥上跟下而已，嗯，真的是西滨啦、啊、然后出去左边是加油站，加油站，嗯，西滨旁边的、欸、啊，市区啦、啊、这边也还蛮靠近市区的，嗯，在同颂河这边，然后这边有那个 GoGoLo 的换电站啦、啊、嗯，啊，这边大楼正在盖1000多万，这边有大楼正在盖、啊，只要看到新盖的大楼都是1000多了，比我们这间还要贵。对，那你要买透天还是要买大楼？我当然是要买透天啊。秒选透天，来海边住，为什么不住透天呢？全新完工，3至4房。那边斜对面还有一个全家。哎、欸，你还记得吗？嗯。那个我们74号旁边叫做静音宅。嗯。那海边的话算是什么？海景第一排吗？看不到海啊，这边看不到海。好啦，这就是港富路，然后这边就可以上。往清水的方向。61号。哎，往清水的方向。OK。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再走回去。哇，你看快死掉了。对啊，那是玫瑰的香味。好，那这间我们这间我觉得还蛮有诚意的。福德1068而已。福德透天。哦。哎、欸，1068哎。对。而且他都帮你拉皮拉好了。当然啦，有不完善的地方啦，啊，它一定有不完善的地方，每个房子都有它的缺点，啊，但是房子是比较来的，啊，所以即使它是投资客的，对，它也是，它应该也是投资客的物件啦，因为只有投资客才会整理房子。没有吧？刚刚的投资客房子，他完全都没有整理，就拿出来卖，还卖998。我是说，只有投资客会整理房子，但不是每个投资客都会整理啊。对啦，对啊。好，那基本上哦，投资客物件不是不能买啊，因为他们有时候取的就是便宜，他有管道，有办法买的比我们还便宜，老公，比我们中介还厉害。等一下，这边百年福德爷公在哪里啊？应该在里面啊。所以有福德。有福气的人，就是要赶快来买这间。哦，我看刚刚看不到啊，这里哪里有福德庙？右转，要右转，看一下要不要？你要去看？对啊，可是那边是私人地耶。哦，是哦。往那边是私人地耶。哦，是哦。哎呀，先这样吧。好吧。哦，那就先这样子喽。好，如果嘿，有喜欢记得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的标题上都有我们的电话。对。哦，希望你会联络我们，希望你会认同我们的观点，也希望你会满意我们的服务。对，哦，没有错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对，拜拜，拜拜，记得送我们，好，支持我们，谢谢，拜拜。